腾讯综艺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毛不易。没有，瘦真的其实就是要少吃。你要真是想吃的话，那其实胖就胖了，无所谓。其实每一次现场直播的时候，印象都挺深刻的，因为每一场，现在我想还是想得起来，因为每一场都唱的不一样的歌。就是希望能够让他们能够在这个舞台上唱自己喜欢的歌吧，就是也不用为了舞台去改变什么，因为其实我们谁也不知道观众能够最后喜欢什么。那帮我买一套房吧，在北京。其实我觉得自拍还是，就是你尽量不要手拿，因为手短，尽量给它放在一个地方。那现在没有这个条件，只能手拿着，或者用自拍杆。现在自拍杆做的越来越高级。谢谢大家的支持，然后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开心，希望大家能从音乐中，从我的歌里感受到温暖和美好。也祝大家幸福，不幸福的时候坚持一下，过两天就幸福了。